大家好，我是杨敏，今天呢要给大家分享一个近期入手的明星脱毛单品，我们的法国威霆小冰钻脱毛仪。法国威霆呢大家应该不陌生，专业的脱毛品牌，他家的脱毛膏呢我之前代言过，是家喻户晓的明星产品。今年呢又有重磅推出了，当当，就是这个，然后打开给大家看看，威霆小冰钻脱毛仪，是不是很小巧一个？而且你看外面一圈就是弧形的设计，女生都可以一手轻松握住，而且整个质感呢都非常的高级，整体也是哑光的，灯光下会有那种微微的那种带点珠光的感觉，就是让人一眼看到就会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产品。而且我相信很多女生用脱毛仪之前都会担心说是不是用了皮肤会疼，其实我一开始也有这个担心，所以呢我现在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郑重的把它推荐给大家，真的不会疼。我呢看过说明书，主要是因为它是双重冰点的设计，所以大家用这种仪器之前呢一定要好好的看说明书。接触头就是这里，是蓝宝石的，内置还有芯片，丹丹很闪耀，可以制冷，用起来就会感觉是冰冰凉凉的，而且这一款的能量非常的强效，超级厉害，但也能马上降温，所以一通操作下来完全不会疼，也不会担心可以刺激到我们的皮肤，很温和，大家都可以放心的使用。在使用脱毛仪之前呢一定要先记得把毛毛刮掉。现在就到开宝箱环节了，它呢会送一个这样小小的刮毛刀，很可爱，而且它这个设计也是弧形的，很好的握住。我们在用脱毛仪之前可以先这样把我们的毛毛这样逆向的把它刮一下，处理一下，刮的时候就会刮得很干净，但是跟大家说刮毛之前一定要打湿皮肤，避免刮伤。它里面呢还送了一个这样的很酷的一个墨镜，它其实是用来就是我们在脱毛的时候那光照亮的时候它可以保护你的眼睛。接下来呢我给大家示范一下，我现在把它充上电，它现在已经活起来了，就是它有很多个档位啊，这里是一个电源键，就是这个中间这个胖胖可以按住它，然后上面这个圆圆的呢是可以切换到连闪模式，好，这个亮起来它就是连闪模式了。在我们脱手臂或者腿这种大面积的部位呢，连闪模式真的是非常贴心，这样我们在沙发上可以一边看剧一边脱毛，然后也可以敷个面膜喝个下午茶，舒舒服服。这个脱毛仪里面呢是有红光波段的，会舒缓你的皮肤，让皮肤变得细腻光滑，从视觉上提亮你的肤色，而且如果坚持使用的话，它可以抑制住毛毛的生长，到后面长出来的那些毛毛呢就会很细很软，渐渐的就不长了，所以脱毛真的是一劳永逸，非常厉害，强烈案例。